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淑芳，欢迎来到我的健康养生创新创业平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a。淑芳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每一个时代呢，都会诞生一个明星企业。是啊，世界著名的一位经济学家保罗·比尔泽，他就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财富第五波》，里面就讲述了经济的变迁。那早在60年代，正是农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年代；来到70年代，就是制造业。80年代就是金融股票业，90年代就是电脑科技业。那你知道这个时代的明星企业是什么吗？其实随着现在大环境的改变，人类面对越来越多的健康危机，所以下一个明星企业的诞生，也就是健康保健业。那我相信呢，健康不只是现代人的需要啊，也是未来人更加的需要。想到做生意，我们是不是都会往人多的地方去，对吗？对呀。那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当然就是网络了。你看现在很多的企业家都把他们的生意的模式转到线上，因为网络营销可以让我们通过文案、视频和直播教学服务和跟进我们的顾客群，还有就是免费打广告。是呀，这些视频和直播教学呢，就好像我们的免费工人一样，24小时呢全年无休，在网络呢引流人脉以及服务我们的顾客，而且网络还可以让我们开拓国际市场。那相比之下的这些传统生意，要做到国际其实真的很难耶。是啊，通过网络营销，我们确信它可以帮我们创造更庞大的一个市场。一环球国际电商企业结合了健康市场和网络营销的模式，正是这个时代的明星企业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我们真的要改变。所谓适者生存，不适者就被淘汰了。是的，如果在看视频的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一环球的网络创业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是的，期待您一起加入我们，一起实现时间、金钱和健康的自由人生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